那来上上新娘哥，得到机会，但是箱子这个位置很危险，箱子感觉死了，箱子被打一个中间，这箱子非常完美，哎，可是没有状态，二箱注意的双招，要想逼退悲伤，拿到了，趁机加一个斧头，悲伤抢到了大龙，那的话死而无憾了，哎，还想 Q， 还想 Q， 但是没有打野啊，这个圆弧还是要被、啊，已经打到了圆弧龙，我的天哪，姐姐，已经又是练死了一个。没靠，白宝是最后射死了一个箱子，但是无伤大雅 ，W 拿下了比赛。但是主要是这些对手从来没玩过，但是对面应该都玩过。射不上头了。最主要是心脏保证吧。然后妖姬过于肥了，至少要把妖姬这个问题解决掉。沟通不要太乱就好。杰杰，杰杰血量很低，背上还有一个秒秒，杰差一丝血，扫地轮有问到了还不错，最上方凯特的人头，有意义的回了过去，打野这边没有人阵亡，没杀掉啊！这边下来之后，狗熊大招上过去，但这个龙怎么办？要打大，要打这个大龙，又被抢了，悲伤，悲伤拿到了大龙，有问打的还不错，过来一秒，他自己血量降的好快，沈阳哥是强行电死了 Elk， 炸弹大招炸了出来，但 W 其他的几个人太强了，炸弹其实他所有技能丢出来，现在 W 是一个2-0的领先，你们现在最重要的技要想起来，你们现在训练赛要怎么打？选人坚定一点，打法坚定一点。其次是我们整个队伍需要缓一缓。大家要做的都是冷静，尊重训练赛的结果。就这波，就这波，你 TP 上路，他来干我们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们就是再沉一点，再沉稳一点。OK， 加油！这边的话，圣阳哥的位置非常的完美，给白宝创造了很好的输出环境，拿到一个沙袋，亚朵拿到这个人头，北鹰直接是射了起来，哇，悲伤也被射死，一波可能就直接要起飞了。圣阳哥是残血往后拉，这样的话悲伤也要被收掉。赵信跟 Missy 两个人都死了，三号四也倒地，中野辅全部阵亡。这样的话，塔姆直接先倒掉，白宝的状态还是非常的好。这边又开到了，完了瑞兹倒地，那的话就有一个 Brace 跟 Elk。这一波确实太强势了，但还是恭喜 EDG 啊，终于是扳回了一分。过了，我们就是这种在打，扫墓下路慢一个。我们这阵容不大好，你不是选人，要选好。上台就不要犹犹豫豫的，然后我们只需要去在做 BP 的时候逻辑理顺。艾克这边速度还可以，布隆大招放的效果一般，把那个舒克箱放，箱放被秒掉了。贝鲁斯一箭穿的效果还可以，但是一个爆炸球果是把悲伤弹到了下半区，距离能量了吗？顶了上来，箱子很危险，箱子被秒掉了，这个一定要收割了。艾克也被时间哥咬住，有拿到了一个终结前用了一下，而且悲伤跟箱子的位置很尴尬，箱子直接被秒掉了，而且这边悲伤也是撞墙打到，立定跳远了呀 ，Missy 被控到了，满血的 Scout 跟圣阳哥过来要收割比赛了，哇，已经追回两。两分了，不要害怕，还是一样，选完人质不要很紧张，只要拿好我们的阵容，阵容我们选完之后知道怎么打，然后我们去按照这个阵容打，就能赢了。我就跟大家说一个，打赢就赢了，打输就输了，我们赢的时候千万不要抢的什么都不干，那就一定会输的。我前面还在想着我一刀不漏玩得很舒服，结果一下子就结束了，主要劣势了就没声音了，该怎么冲怎么冲。扛第一波的伤害，这波中了希特拉，希特拉是没闪的。哦呦，破败之王直接倒地，中叶夫全部被秒，砍单下来也很尴尬，贝博也倒地了，直接打了一个零换四，我的天，而且零换五了，非常之棒的绝手了，没有死，全砍远，还上了两个人，圣阳哥有点逆反过来，但是呼吸克闪现换掉了贝博，圣阳哥被挂了个虚弱，这个虚弱非常的关键，箱子被秒掉了，但是不好，有远古龙打的应该还是可以赢。但是 Missy 也是一丝血直接拆家也赢了，就是杀掉了布隆，哇，布隆现在恭喜 WE， 非流斯相继倒地，恭喜 WE 进入到我们季后赛的生存中决赛。